李现与女网红互动亲密，两人戴情侣帽看电影，女方身材火辣。这个暑期很多小伙伴都被杨紫和李现刷屏了，两个人主演的《亲爱的》深受大众的喜爱，在剧中两个人的对手戏令网友直呼过瘾。出道七年之久的李现也终于摆脱了龙套角色，很多小伙伴也是为李现感到开心。不过就在近日，有网友发现李现在很早前就和一个女王合户关，而且就在这个月九号的时候，两个人同时发微博提到了韩国电影《寄生虫》。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发的微博照片都是一样的，而且日期也是同一天，而且随后还有网红发出两人戴同款帽子的照片，所以很多小伙伴纷纷怀疑两个人疑似恋爱。面对外界的猜测和舆论，李现工作室目前并没有做出回应。这名网红在微博上解释两人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，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此事呢？